这位谭明哥是一位风水先生，伊会晓读古书，啊，通书八个字。当地啊，若有一寡婚丧喜庆，拢会请伊定一个啊日子，外号叫做寿斋殿啊。啊，搭伊某是东湾关古庄人，即一日大腹肚的罗氏倒来因家要看破病的老爸。啊，寡妇妇走倒来拼酒，啊，你无张持讲来过去，人精神突然间感觉，哎呦，腹肚真疼，哀爸叫母哦，一声，陈明哥知影，伊某稳当是要死啊，去喘喘，赶紧又搁提出通书，详细甲查落去。今仔日是乾隆四十一年，也就是丙辰年三月十二，阴呀，哎呀，鸡仔若提来出世，就更好势啊！